精彩表演。此刻正在向我们走来的是德国舍奈西管乐团和金茨河畔埃格管乐团。舍奈西管乐团来自斯图加特地区，斯图加特是世界闻名的文化与艺术之都。金茨河畔埃格管乐团则来自德国慕尼黑地区。慕尼黑是欧洲主要的文化中心之一，理查德·施特劳斯等作曲家曾在这里谱下传世乐章。